新北新深坑的这一场火警导致双北是飘散恶臭，而在嘉义呢是也出现类似的状况。嘉义市堆放资源回收的用地在昨天晚上呢突然起火燃烧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到了早上还有一些残火，烟雾也是覆盖整片天空。那最恼人的是呢，还飘散阵阵的恶臭，飘上了嘉义县的水上还有中埔这些地区，居民苦不堪言。嘉义市湖子内一处环保用地不断窜出大量浓烟，因为20号晚间突然起火燃烧，而且到了白天还在闷烧。更恼人的是躲不开的恶臭，垃圾味嘛，啊味啊都是焚烧味嘛，啊今天早上起来，哇，根本受不了，塑胶味啊，恁啊，塑胶味哦，塑胶味的啊，那困就无感觉啦，出来啦。放眼望去不得了，浓烟覆盖整片天空，就算居民紧闭门窗，仍无法隔离。时间回到20号晚间，回收物空地突然窜火，火势猛烈，直到21号凌晨才获得控制。只是窜升的浓烟还飘到隔壁嘉义县水上、中埔等，而且窜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已经连续去年一次连烧两天。啊，昨天又一次。初步研判是因为过年期间的这个资源回收物的暂置区，昨天也刚好就是天气比较炎热干燥。一场大火，嘉义县市附近居民都遭殃。嘉义市环保局表示，中午过后情况就会逐渐改善，未来也会做好相关规划。毕竟空污加上恶臭，真的影响生活，不能再让火警打乱居民生活步调。记者翟一综合报道。